姓李，木子李。你吃素多久？最近开始练习吃素这样子。是，那你为什么吃素呢？因为我是希望说可以推广素食，让我们的整个地球环境会更好。对，我个人吃素是因为我伙伴的部分他是吃全素，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一直跟我说，其实吃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，对自然对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棒的。对，那当初我们在做这个摆摊的时候，他也是很坚持说要做就要做素食。对，那我们说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推广素食，让这环境更好。对，那也可以让我们可以吃到更好的好吃的一个素食的部分这样子。那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感想？这个事情让我们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吃到素食的这个部分，因为其实选择性，其实一般人要吃素，像我最近如果看我在吃素的话，看不到什么可以选择的，都要特地去找或者跑很远。那如果定期都有这种的一个市集的选择的话，其实大家要吃要去品尝不同的一个美食的话，那会更好去选择，也可以让更多人去加入这一个环境这样子，可以共好这样。以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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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。